안녕하세요. 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课堂。那么这节课呢，我们来继续讲啊这个高级的语法。那么上节课呢，我们讲了两个很重要的语法，也是在我们考试当中呢经常出现的两个语法。一个是什么呢？こんにちは。一个是这个는다피구。那么我们回想一下，这个こんにちは呢是什么时候用呢？啊，在这个这个动词或者形容词后面的加这个こんにちは，表示呢什么呢？啊，并列的关系。并列跟什么一样呢？跟这个는대다가的意思是一样的，表示追加、并列的意思啊，又什么什么，又什么什么，并且这样的意思。那我们来复习一下这句话呢，啊，我们用韩语怎么说呢？啊，画画得好，唱歌也唱得好。那么画画怎么说呢？그림을그리다啊，그림을그리다。那么这个그리다后面呢加거니와啊，그림을잘可的啊，哥你哇，还有什么呢？도래도잘부릅니다啊，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。嗯，그림도잘可的哥你哇啊，도래도잘부른다。那么我们看这个는답시구是什么意思呢？는답시구呢啊，表示的是一种嘲讽的语气啊。表示呢，我对这个人呢非常的看不起，非常的嘲讽。他做的事情呢是让我觉得很讽刺的事情。我们就说什么呢？는답시구。比如说啊，这句话，他自认为有一点钱就看不起穷人啊，他有点钱就看不起穷人，这个是非常令我反感的。所以我就用这个는답시구。那么这句话怎么说呢？啊，돈이있다啊，돈이있다，表示呢有钱。那么后面加什么呢？이답시구。嗯，那么这个一旦的后面呢是不需要跟这个는和니은的啊。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。嗯，可能啊，돈좀있답시고가난한사람을무시하곤한다啊。这个要我们注意啊，它的很多语法都是高级的。那么它呢，虽说是有点钱啊，있답시고，那么呢，가난한사람을무시하다后面加这个곤하다，我们上节课也提到过，这个是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动作的反复。表示呢，这个人呢经常做看不起穷人的这个行动，所以我们用什么呢？哈군하다这么说啊。这个是我们上节课的复习。那么这节课呢，我们要讲的两个重要的语法呢，一个是这个키로서니，一个是这个는샘치다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키로서니是什么样的用法。那么它是这个키로的强调型，表示呢即使什么什么，虽说什么什么啊。那么表示即使虽说的这样子的语法呢，在韩语中呢非常的多啊。那么这个 kirosoni 跟哪些语法呢是相似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蓝色字，跟这个 kiro 跟这个 torado 啊，torado 呢，这个是我们在初级当中就学过的非常常用的语法，表示呢即使也的意思。那么 tagu hedo 啊，即使说什么什么也。那么 erjirado 리얼지라도 表示呢即使也啊，都是一样的意思。那么这个 kirosani 呢，在我们的考试当中呢，经常作为选项啊被选出来的啊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。那么我们看一下韩语是怎么解释的。앞에 내용이 그렇다고 하더라도의 의미 아, 那么 앞에 내용이 그렇다고 하더라도 前面 내용은 即使这样的意思那么它常常呢跟什么呢跟 아무리 등의 부사와 같이 쓰임 经常跟 아무리 화나 기로서니 아무리 화나더라도 아, 跟 아무리 등등这样的这个动词跟这个副词呢经常的在一起结合的 아무리 是什么意思啊？表示呢，不管啊，不管多么多么的生气，你也不应该打他的时候用这个아무리。嗯，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啊。那么第一个呢，아무리화가나기로서니함부로말해서야되겠습니까？啊，那么아무리不管呢，화가나다，我们这个是固定它表示呢生气啊。화가나다后面加什么呢？加기로서니，那么呢？함부로，什么是함부로呢？表示呢随随便便的啊。함부로말해서야되겠습니까？你胡说是可以的吗？这样的意思啊。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句话，
내가 조금 늦었기로서니 기다리지도 않고 그냥 갔니? 아, 那么我呢？我怎么样呢？只是晚了一点点，조금늦다啊。늦다呢是晚，后面加这个어，表示呢过去式。늦었기로서니，即使呢我有点晚了，可是呢기다리지도않고你都不等我，그냥갔니？你就这么走了吗？这样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动词后面加这个기로서니啊，形容词后面加这个기로서니呢，表示呢即使不管啊，无论这样的意思。嗯。那么我们看一下，下面的练习啊，练习的第一题是什么？